江苏路。哦，这边竟然还有一条路叫江苏路，行不行呀？行吗，大哥？不行，大哥。冲呀！哒哒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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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是不允许左转的，我不信，老子不信。这边竟然不允许左转，我的个天，在玩啥嘞？那我想左转或者怎么回事啊？要在红绿灯那边掉啊。我们晚上就要听到布拉拉多了，开心？开不开心？知道？啊？我带你们去看布拉拉多呀！哎，我操！哦，我操，布拉拉多！你们没有看到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只是闯了个黄灯，我没有闯黄灯。要，发达了，对呀，兄弟，哦，看到我操，牛皮啊，哇，简直是牛皮啊，发达了哥，我操，老子来了。哇，简直是牛逼！但是我怎么停车呀？我操啊！我咋停车呀？啊！我操！我怎么停车呀？我他妈要让我的车跟布达拉宫合个照呀！这可咋办呀？我想给我的车和布达拉宫来一张合照。右转。非内部车辆，这边停车场在哪边的？好嘞，谢谢啊。我操，不管了，老子不管了。要在这边非法停车。我刚到布达拉宫，哎呀，贼开心，我操，贼刺激，哎。啊，你过来找我吗？我想找个地方把我的摩托车和布达拉宫合个照。啊，我操，交警来逮我了，赶紧走。好嘞 OK
枪，这个停车场他们好随便呀，这个停车场这么随便的吗？功德林，还布达拉宫好看。这边是德吉路，德吉北，德吉南，然后往那边走就罗布林塔。嘟嘟嘟，到拉萨啦！然后这边的朋友，对，也是我的粉丝啊！哇，我的粉丝遍布全球，兄弟，真的是牛批啊！真的是遍布全球。走呀，兄弟，你让我一个挂着三厢的一个摩托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哇，转！你看堵成这个样子，哇！这边其实还好了，就前面跑过来一路没有红绿灯，突然跑到有红绿灯的地方，就很不适应，你知道吧？前面过来一路小行人都没有红绿灯的，就跑到那个什么鲁朗有一个红绿灯，有一个红绿灯，一路过来。反正林芝过来一路的国道都挺好跑的，就是跑得很。只要不下雪，只要不下雪，就是只要不下雪，真的都是春天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湿地。城市湿地啊，现在可能也没什么看，因为我过来路过一个小湿地，就像我们那被割了水稻的水稻田一样。吉姆尼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啊，车停在这儿没事吧？没事，一起回来。两位，安排好两位，要个四人套餐啊，这么能吃的吗你？四人套。
第二五年，今天又是一波蹭吃蹭喝，我操！跟着人一间跑，感觉太累了，跟着他，啊，根本跟不上。你这个车跟人家500跑，你都跑不了。对呀，我觉得好。我这个车其实跑山的话，比那些大牌要跑得舒服。我觉得跑还在跟个排量相近的跑。对。不然跟着大牌的跑太累了。尤其跑长途。对对对。尤其跑长途，一会儿人就没有了。